you that while Europe has responded to a major challenge. 我说小伙子你不讲武德你不懂。我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懂规矩。啊我说他说他是乱打的他可不是乱打的啊。今天要介绍新的克隆人项目叫做 Video Retalk。那这个项目的作者呢是 Stalk 作者啊。AI 影片解说数字人带货未来趋势可以用 CoLab 线上使用。不用那么麻烦了。今天就给你懒人包，所需要的环境都帮你打包好了。觉得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记得帮我按赞，也订阅一下哟。下载连接会放置首页，解压缩之后，最下面的一键启动就可以了。我不确定 A 卡能不能用，苹果确定不行。然后这边有个网址，网址我们把它复制，贴上你的网址。下面有五部影片可以做练习，音档需要 WAV 格式，音档练习作者也准备好了，你一看就会，选择你要的视频。我选这个女生，先听原档声音。选一个你要合成声音，我们听一下需要合成的声音。果子你不讲武德，你不懂。我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懂规矩。直接点 Synthesize， 后台就开始帮你运行。统计影片有214帧。很快的我们后台就生成完了。最后一个是嘴巴的合成。我们看一下效果。我说小伙子你不讲武德你不懂。我妈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不懂规矩。啊我是他说他是乱打的。他可不是乱打的啊。他其实有点模糊但嘴型合成效果不错。我们先下载到桌面。下载到桌面，打开离线版 3.0 换脸，进行高清修复。我们选择原视频的图片，导入影片位置，人脸高清记得打勾，直接点生成。我们后台已经跑完，我们打开输出目录，看效果。我说小伙子你不讲武德，你不懂。我妈说对不起对不起，我不懂规矩啊。他说他是乱打的，他可不是乱打的啊。整体的效果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以上就是我今天所分享的数字人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喽。